今天晚上会有寒流。等一下，打开看。金箔听怪吃糖糖。看看看。耶！哎。耶。这谁做的啊？我做的。是我都没有做。怎么会是你做的？姐姐做的啊。我没有。那学校做的。美术课做的哦，姐姐讲很久，宝贝你都没有在听他们在讲话，姐姐期待很久哎。噔噔噔噔。帮爸爸照一下。爸爸照一张。哎呀。我要照一张，还有耶，快吃啊！爸爸可以吃了吗？爸爸在摄影了，赶快，不用拍嘛。要硬硬的，它就要粘住里面吃一坨棉花糖。前进啊！好吃，好吃。好像是在找小熊的家。哇！第二天早上，小熊醒来时，看到挂在窗户旁边的袜子，好惊讶哦！这是什么物？饼干屋哦。糖果屋。糖果。好小，我一下就吃完。爸爸。甜甜的，要不要吃甜甜的？啊，甜甜的。哦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这边咬。